Hello， 小林，我现在刚起床，还是有点懵逼的状态。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是一支跟 Mac 的合作视频，真的非常的快乐。Mac 爸爸可以看得到我，我也拿出了我之前一直在自用的 Mac 家的产品来画这一个妆容。那今天整个妆面呢，我也想画点不一样的，就来玩一玩妆嘛。因为之前的妆容都是走比较保险的路线，很多姐妹就说其实看起来区别不大，确实啊，因为我之前画的都是比较偏向于日常的妆容。因为最近千玺辣妹这种妆容不是又回潮了吗？那会儿的算是一个复古妆容吧，跟现在比起来，其实有更大胆的像色彩呀、撞色啊之类的，所以我今天呢也都带来挑战一下。今天底妆呢用这个 MAC 的定制无瑕粉底液，我的色号是看一看 N16。N16这个色号，你们隔着瓶身看，它的颜色可能是有一点点深的，但是它倒出来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黄调的打底色。像我本人算是一个黄二白，这个颜色你看在我脸上会有一些提亮的效果。如果对于黄一白来说，这个色号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色号了。我用粉底刷呢给它轻轻的平扫上脸，给你们拉近看一下上了一遍的效果，它是一个偏半哑光的状态，遮瑕能力看我这个大黑眼圈也能遮个七八成，整体出来底妆就是一个很干净的妆感。接下来呢用这个 MAC 的定制无瑕蜜粉，我这个色号是 Light， 把底妆的部分呢给它压实，像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话呢，我在这个面中三角区会多压一点，然后面颊的地方呢就少带到一点，不然会显得整个脸都定得特别特别厚重。如果还想再保留一点光泽感的话呢，就可以在定完妆之后再用定妆喷雾去做一个辅助。喷喷雾的时候呢，距离一定记得要在20厘米以上，这样去喷它，然后稍微的等它干一会儿，手动风干一下，这样呢就是一个保留了光泽感，但是遮瑕能力跟控油能力又非常好的底妆了。因为我今天眼妆是一个偏红色调的眼妆，所以我在画眉毛的时候，你看掺了一点点红色调的眼影进去，变成了一个偏红棕色的眉毛颜色。其实我觉得这颜色还挺好看的，就是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MAC 的 Omega 我的万年修容色，先来给它画一个鼻影去衔接一下。 Omega 是稍微有点偏灰调的修容色，所以用来画鼻影就非常正好，不会是那种非常生硬啊非常脏的感觉，稍微带过一下山根的地方。然后我主要是重点修饰一下我的鼻头，因为我是一个大肉鼻，鼻头还是要认真修一下的。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主角 MAC 的这个柔雾小眼影。像这种柔雾小眼影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颜色的搭配嘛。你们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买回来一整排眼影，像九色呀十二色之类的，但是每次那一整排里呢就只有那一个到两个的颜色，最后一直用到这个颜色铁皮了，其他颜色都没有动过。所以像这样单颗的柔雾小眼影就比较方便嘛。如果你们喜欢哪种颜色呢，就可以直接去入手，然后自己去组合。像我现在手头一共有六颗眼影嘛，我现在给你们一一来试一下这些颜色。首先呢这一颗叫 Work Work Work， 它呢是一个偏玫粉色调的眼影颜色。 MAC 粉质应该不用我多夸了，这个延展性跟顺滑程度真的是非常好。第二颗呢是 Devoted to Jelly， 这颗同款的口红颜色应该挺多姐妹都有的，它是一个红色偏棕调的颜色，就有一点复古红的感觉。这一颗呢叫 So Hot Right Now， 是一颗偏橘调的眼影颜色。 MAC 的这款粉质就是有一种软乎乎的感觉，显色度超级好。这一颗呢是偏裸粉色 Strike a Pose， 这颗就非常非常适合用作于眼皮的打底颜色。我还有两颗超美的亮片眼影，这颗叫 Last Dance， Last Dance 不就是那个所以暂时将你眼睛热起来。我今天又去看了一遍想见你，真的好帅，李子维真的好帅。这颗颜色是偏粉调的亮片，也超级好看，波光粼粼的感觉。这一颗亮片也巨美，是绿色里面有一点点紫色偏光，叫 I Like to Watch， 把它叠加在这里，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亮片颜色。绿色里面有点偏橙色偏光，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紫色调在里面，相机里面看可能不太明显。那我今天就用这六种颜色来创作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眼妆，用 Strike Pose 给眼皮做一个大面积的打底，这颗颜色就超级实用了。如果你们要做组合盘的话呢，就可以在里面配一块这个打底色，它是有点偏淡淡的肉粉色，像眼皮暗沉的姐妹就可以先用这个颜色做一个打底，之后在上色的时候也会更显色一些。接下来呢再用这个 Soho Right Now 贴着睫毛根部开始呢，这样慢慢的往上晕染，让它从睫毛根部到眼眶有一个从深到浅的颜色过渡。接下来呢再用这个 Devoted to Jelly 先点住你后眼尾的位置，然后呢慢慢的连着眼眶的位置这样向前带，去加深一下整个眼窝的轮廓，
用打底色从眼头的位置呢画到眼中的位置，给前面去做一个提亮，然后在眼球中心的位置呢铺上这个 I like to watch 的亮片色，在眼头的地方呢点上这个 Last Dance， 然后再往眼窝的这条线去带，带到眼中的位置，卧蚕的部分呢也用它去做一个点缀提亮。我觉得黑色的眼线太普通了，我就用了一个蓝色跟白色的眼线去做一个叠搭，再刷上睫毛膏之后，是不是效果就还不错？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刚开始下笔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快要翻车了，但是最后还是救回来了一点。我刚刚看了镜子，觉得这个眼妆有点像是那种锦鲤鱼的感觉，有没有一点？接下来呢，我想用这两个眼影混合来画一个眼下腮红。你们在混合完之后，一定要在手上点一下，稍微试一下颜色，不要直接上脸，不然就会变成一坨一坨的。从太阳穴的位置，就画到眼下，先点拍开，然后把这个刷子处理干净，再把它清扫开，慢慢的往外运。这边也是一样，慢慢的往外运，然后鼻梁的地方给它稍微的再过一点点。接下来呢就是口红了，这次的口红真的都超级美，像 MAC 经典的这个子弹头口红几乎就是人手一支了嘛。这次新出的呢就是这个人物唇釉，延续了他们家好品质，就不管是质地还是颜色都超级好看。我一会儿给你们一一的先试一下颜色。991 Devoted to Cherry 这支是我最近每天都在涂的颜色。这个人物唇釉它不像是哑光口红那么干，它刚涂到皮肤上的时候是比较滋润的感觉，然后过一会儿呢才会变成人物偏哑光的质地。这个991是工薪小辣椒铁锈红棕色，真的超级显白，涂上去就是又有气质又有气场的那种，这支真的超好看。接下来呢就是这个998 Sorry Not Sorry， 这支呢是橘调偏土橘的颜色，是比较元气一点的。这支我觉得适合那种唇色偏浅的妹妹，或者爱画欧美妆的妹妹，用这支都很好看的。这支也超好看， Max Smash 野生红梅，很炸眼的一个红色，它就属于那种穿小吊带一定要配的颜色，去蹦迪的话呢也是全场焦点。这个色号呢是986红心火龙果，这支呢梅色调就更重一点，就是火龙果本果。我觉得这支如果是冷白皮美眉涂上应该会非常好看。994王炸浆果，这支呢就是气场很强的后妈色，但是如果把它拿去薄涂呢也是非常显白的红色调。我今天呢想用998这个清甜南瓜色作为打底，然后再叠加这个994王炸浆果叠加在唇中。这个系列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去试一试，它上嘴真的超级舒服。我会稍微把它抿出去一点点，我是一个唇纹特别重的人，但它上嘴其实不怎么显唇纹的，质地真的超级好。再叠加一点点的后妈色，我不会把它全部晕染开，就让它做成一个这样咬唇妆的感觉，是不是这样整体妆面出来还是挺好看的哦。接下来我去换个妆发再回来。